这里好特别哦，你看没有屋顶哎，啊、哦，好透风啊、哦，哎，这本来是老房子嘛，对不对？对，因为这边旁边是建成家具行，以前这边是嫁妆街。要娶台南的女儿没有那么容易，要嫁妆一牛车，你一牛车弄出来，人家才肯嫁给你。哦，真的。对对对对，像冰箱或者是说刚刚看到电视电锅，就是以前阿妈那个年代的嫁妆、嗯、我们都把它保留下来让客人可以欣赏、嗯、感觉你们很有心哎、欸、对, 对, 对，应该是有一群人有在默默在为这个事情。对，我们应该从这两年左右就有很多年轻人进来，像我以前也是到北部工作、啊、可是本来是这边住在这，然后所以我们就有一群年轻人一起来这边活化老屋，是不是很多这些都是自己打扫出来的？对对对对 对, 对，就花很多个月的时间在这边打扫，餐点也很有特色，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嗯、好，那这杯的话是我们招牌慕斯珍奶，我们是用黑糖珍珠，是用珍珠煮完之后还用手炒黑糖下去焖煮、哎、然后搭配的是小浓鲜奶，然后加点小碎冰、嗯、然后我们上面的奶盖啊是鲜奶跟海盐打的、哦、对，那我们上面会有可爱的图案，那它的图案的话我们是用炭烧咖啡粉、嗯、所以等一下可以先打开盖子喝喝看，那我们喝起来就是有点咸甜的香味搭配那个炭烧咖啡的香气。哦，哎，这个煎饼也好可爱啊、哦！是，你要哪一个？我都可以耶、啊。哇，料都好多。对，这个是花生酱跟巧克力。嗯，花生巧克力，嗯、甜的。对，然后这是德式香肠堡。哎呦，嗯，开动了哈，开动，开动。这个是早餐对吧？对对对，是早餐。这个的话是熏鸡。哦，熏鸡肉。对对对，然后搭配一点酱料跟美生菜这样。是、嗯、是是。对对对，然后这是德式香肠堡。里面有加一点双黄瓜酱、嗯、而且它的面包不是像一般的我们外面吃到那种比较热狗的面包比较软软的，它没有，它是比较有嚼劲，松饼的皮非常的酥，所以是这种外酥内软的松饼皮。来到台南不吃东西就可惜了，真的，台南是美食之都。对对对，咬到什么、哦、没有啦，我刚刚突然咬到你痛了、哦、自己咬到还一个啊，哎哎，这个，哎，这个就是我最喜欢喝的奶盖啊！我跟你讲，我教你这种奶盖要这样喝，要打开它，是，然后你要这样子，直接这样喝。哎哎，对对。嗯。啊！长胡子了。这样才是标准，然后它就会喝到茶跟一点点奶盖的感觉，然后你再把这个奶盖这样，嗯。专业，奶盖就是要这样喝。来，我也来试试，我也来试试，我用这个好了。你要喝深一点哦，嗯、要深一点哦。哦耶，这个技术就是不能进去一下下，就好，要深一点。对对对，对，你这样太浅了，太浅了，再进去一点。对，我在指导。对，看有没有。刚才卫生纸被用掉了。太久没爽了。哇，哎、欸，不是，先不要穿，就是这样，然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跟，哎、欸，哦哦哦哦哦，好有感觉，嗯，哎、欸，那林翔，嗯，你要不要学一下表演课程啊？对对，哎、欸，你看，像我现成的老师还免费、啊，好不好？对不对？那你先让我准备一下，我要换个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因为有点太热了。哦，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而且不好意思，我们坐的地方没有屋顶。没有屋顶，台南真是好天气。直接的，没有，我还有一件小外套。我知道，我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知道。OK， 那我就先把它放在这里。啊啊，我们这样来做一次，好吧、嗯？就是说你刚刚那个奶盖的动作，对吧？对。我们用点热情如火，感觉到那个里面是非常灼热感，好不好？哦，一杯滚烫的饮料，滚烫的饮料，滚烫的饮料。麦要夹上去。对对。好。你的手没有，我怕，我看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没关系，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OK， 很好，非常好，我们这里很好。好热哦，需要喝一杯冰的吗？不是，没有，滚烫的。我知道，等一下，你给我一个。我现在要诠释的是，我要喝冰的，叫被烫到。他以为是冰的啦。他的表演有准备好了吗？很棒哎，你真的这举一反三，是很聪明的学生。对，很棒很棒。准备好了吗？你这样子。三、二、一。哎，好热哦，需要喝一杯冰的，有够热的。哦，很烫哎，老梁哥这是热的哎，又怪我，到时候那网友又来找我，又怪我。他演的真好，演的有吗？哦，可以吗？那我是不是可以演电影？可以。我以前是演不出来的，我会很尴尬。我现在就是，
完全可以融入。其实不要尴尬，因为你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还是你们刚刚是尴尬的？我没有。那要不要请那个耿豪哥示范级的演出？对，示范是不是？示范，看到很热是吧？很苦，之后又带一点酸，之后有一种甜感。哇塞，他还考你耶，耿豪哥。那什么问题？你再讲一遍。黑糖真奶，对，甜的东西啊，我最喜欢喝甜的。怎么了？怎么了？因为我对苦敏感。怎么可能是苦的？你也脱了，太厉害了。我们要颁奖了，到了颁奖环节，来，对对对，因为我们要真的是非常感谢，对，也要鼓励他们，尽心尽力，哇，真的，让台湾发光发热，感谢，让台，恭喜恭喜，嘿，来，颁奖时间到了，哦，太棒了，尽心尽力，用心付出，让台湾发光发热，有你真好。我们这边也有准备一些小礼物，哇，我也有，这个是我们金寮的冠军米，哦，那我们准备小包装的，是很可爱，哎，这个当伴手礼很棒。来，你看我就说吧。不好意思，这位是板娘，漂不漂亮？不可能吧，太年轻了吧？这是你们啦啦队储备队员吧？我有叫他来当啦啦队啊，但他有鸡要照顾。他有一些家累。对，他有一些家眷。也太正了吧？对呀，来养。那么年轻，真的啊？还可以。这个是家族事业吗？还是？哎，不是，这个发电机是我自己经营的。自己经营的温室是我爸盖给我的。嗯，对对对。那怎么会自己想到要来做这个？就刚好我阿公以前是养鸡的。啊，你看嘛，还是有点渊源嘛。不一样，不一样啊！我阿公是传统的，有情绪，他有情绪哦。他表示他想要表达他自己的不一样，独立。那请问哪里不一样？哦，因为我们给鸡吃的都是食物的原型。原型食物，这是什么？就是等一下我们要给鸡吃。嗯，哦，所以不是喂他们是饲料，是喂他们这些食物的原型，食物的原型哦，米糠嘛，哈。像那两袋就是有机的米跟有机的米糠，我去斗南寨的，这个是沙棘油粕，它有丰富的维生素 Omega 七跟叶酸。不懂不懂，自入的那个很常有这个成分，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是对身体好的嘛？它是对身体好，人都可以吃的东西嘛，对吧？哎，那他们吃这么好，那个鸡肉吃起来会比较好吃吗？它比较营养，但是因为我们养的天数比较久，所以它会比较扎实一点，就是放山鸡的那种肉质。对对对对，对，不是肉鸡，不嫩。现在很多饲料鸡哈，都很小的时候就宰掉了。那这位领养啊，不，这位正妹老正妹板娘啊，正妹板娘，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做帮你忙的？就是我现在呢，就是要做饲料，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摇大概10次的蒜头。蒜头，你这个是腌的，对，就是蒜头酵素。蒜头也要吗？还是就是这个？汁不用，因为汁我们会用给它喝水。哦，主要是蒜头。对，主要是蒜头。OK。喝蒜头水。对，喝蒜头水。要不要来一口？好香，真的。闻看，很香吗？对啊，很香，很香。没有开玩笑，这个真的可以闻。对，增加免疫力。就直接放，十瓢嘛，十瓢。嗯，那个真美板娘。我来弄没有关系，你可不可以找一点杂事给这两个做一下 ？OK， 那我我们推一个按你推那个车子，然后我们拉这个拉车。好的，对嘛，分工合作嘛，对不？是这个这个，你这个这个 OK OK。我推这个去。来了，你在摸过什么？不是几瓢了，忘了。你做的第五瓢，这个配方不对就要。没一天而已，还可以，还可以，这应该是第六。第六，对对对。一二三四五六七，第八。多一瓢，它就比较嗨啊。哦，比较有保护力就对了。哎呀，那我们就把这些上车。好。全部吗？对，全部上车。哦，你帮他干嘛？我帮你，他开过挖土机。
哦，是吗？对对对对对。哎，你这边都没有员工哦。有有问得好，因为我们从进来到现在只有看到板娘本人一个而已。对，我想说这些那么重视，他怎么可能一个人每天要做那么多事？对不对？很多人会以为我在养鸡啊，可能就清理鸡粪什么的，所以我先澄清，哎，我没有骗人，我是真的在这个牧场工作，但是我是做管理的。管理。对 对, 對，管理跟销售。你是不是平常有参加嘻哈的比赛？这背影会不会很凄凉？哎，猫飞到这边。哎，好。哎，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刨地瓜哦。它会飞耶！哇哇！今天的运动量够了。哎，他们吃到那个地瓜的那个根不会中毒吗？不会这样。哦，好。地瓜，算了。对，那个就全部下。全部下哈。对，哎，那个也半盆就好，不用那么多。嗯，半盆。虽然吃多会补，但是我怕补过头。要来福的。适量，适量。全部。全部喽。全部。这个比较轻。像这就是刚刚那个辣椒老麻辣锅。哦，一些麻辣锅的锅底都在这里。哦，这是全部。哇，他们吃的也很重咸哎。这是什么？它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去的那个碳，它是磷壳碳。哦，吃碳哦。对，它吃碳，它可以帮助吸附那个鸡肠胃的那些毒素，跟也会帮助它鸡大便没有那么臭。来，全下了哈。全下。下好离手哈。我也这样想。哎、欸，啊，这米酒也加，啊，不，丁香加，哦，全部倒进去的，今天的酒醋就是它。现在比较冷，那为什么加两瓶？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没有控制好量，不要加一个太多，就发现哎，鸡倒一片，太醉了。你说的太嗨，哇，这个重哦，很重很重，要半包就好，半包就好了，对，可以，没问题了。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去在那个有机米坑。哦，有机的米坑啊，哦，米坑米坑，米坑，对对对。那我们换下一个，就是那个是有机的米。看他吃有机的米啊，我都不知道我每天在吃什么米，真的蛮好吃的，蛮好的。这我们自制的酵素。真，啊，哇，要按了哦，来，哎，可以可以，哦好，那就可以，安全啦，预防它喷出来，它越来越激烈了，嗯，它就可以停了，好，红色、okay. 红色，好，那你就摸一下，它会不会太湿？嗯，有点湿哎，那不然就米糠全下全加吗？我先把它摊平一点点好了。欸，太重了，太重了，分量太多了啊，是吧？会不会被冰箱搞坏？我是我。哎，我们等一下打开来看看，其实它这样就可以吃了。哦，已经可以了。哎，欸，没有。它就是因为太湿了，所以它不会笑。没有没有东西出来啊！哎，欸，好，那不然就是大家就是我一人发一个，然后大家把它录下。老板娘怎么会这么中意？我重量会比较大一点啊。来吧。哦哦哦，林香给嘟了。生气了。感冒多好。感冒到他头晕。哎，真的。没中。哎呀。那如果我可以请一个员工来帮忙。对对对对，麻烦。我没有看到，欸，出来一下。来来来。会啊。Yes， 我转个弯哈。加班喽！放饭喽！加班加班，来。Go。嗨，可以吗？哇，好可爱呀，啊！这个应该还小对吧？对，还小，鸡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啊， okay, okay. 这个密集恐惧症的人应该没办法来应征。对，没办法。好 ，OK，OK。Okay, okay. 了解了。
怎么喂啊？倒在这个上面，倒进去它就会吃了。哎哎，没，冷静冷静。哎哎哎，有闻到臭味吗？没有，就是酵素那个酸的味道比较多一点，对吧？就是葡萄特别。哎，还有黑的。对，穿袜子。对啊，我们刚刚在外面看好多大只的，也是穿袜子。那个。你们刚刚体验会太累吗？不会啊，很好玩。不用客气哦，这边是有南瓜口味的哦。什么口味？南瓜，要不要试试看？人气王你怎么了？欢迎试吃，要不要试试看？要试试看吗？可以快一点的吗？老板娘怎么在放音乐？我们这边在收音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我刚刚看到鸡在打架，所以我就会放音乐，就是分散他的注意力，会降低他们的情绪。那他们都听什么音乐啊？他们都喜欢听动感系列的，像台语歌，他们有时候还会继续打架不理我。哦，真的、哦？对对对。哦，还挑就对了。挑哦，我放在我身上，他们会上来吃吗？可以，你可以试试看。未来试试看。好，对他，你不要动，他们就会过去了。对，你不能动。哦，不能动。哦哦哦。不能动。有我不动哦，我不动哦，好，你不动他们就会过去。哎，你右边那一只在看你的，一直在看你的右手指。他以为是蚯蚓。哎，你下次写真还是那个桌历年历，哎，在这边拍，我跟你讲，保证没有人可以超越你啦。真的耶，对不对？来了，那应该公的啦。还有我今天跟他们亲近了之后，我有点不舍不得吃他们了耶。这只很调皮哦，来了，你看。动作慢，懂吃，他们准备要爬到我头上来了。这，你嘴巴叼一个会帮你。我帮你叼一个大片。太刺激。这好吗？哎，他你看这个鸡就是很有亲和力，他都不怕人哎，他都敢这样子，对不对？好，板娘。对啊。哦，又来一只。他们直接爬过，我起来了。累不累？起来。哇，我已经炸出我的腹肌来了。哎，辛苦你们啦！我跟你说，我等一下带你们去吃好料，我准备鸡肉大餐。哇！对，不是这个，那这是什么？这个是碳。这个是什么碳？因为我们关田的特产是菱角。哦，菱角的碳。哦，变成这个样子。哦。再撒在地上就可以了。哦，看，了解。看点吃啊。没有，就是铺在地上的。对，他们也会吃吗？啊，他也会吃啊，刚刚不是有加一勺？有加一点，对。也就算不吃，也对这个环境就会。对，是好，吸不收尾。吸不收。哇，他们好聪明，他们跑来这里面吃。大碗的。